各位市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英国皇家化学会王美清院士。首先，我们非常感谢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补助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化学质权竞赛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的演讲嘉宾是钟玉明博士，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介绍创意资本合伙人钟玉明博士，因为钟博士是我台大化学系非常卓越的学长，而且他是真正从生技医药研发、行销到创投，有非常丰富经验的专家。他投资于30家生技公司，然后钟博士在台大化学系毕业之后，就到美国爱奥瓦大学药学系取得了博士学位。那么他后来又在台大的管理学院取得了硕士。他曾经历任法德生技药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董事，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英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升华创投资深投资经理，台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德和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益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察人，现在我们就请钟玉明博士来帮我们大家长知识。今天很荣幸请到钟博士到现场，我们可不可以请钟玉明博士分享如何投资一个公司跟协助公司 IPO 的成功案例？还有包括近年兴起的 SPAC。谢谢美心学妹给我这个机会做这个访问，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目前呢是担任创意资本合伙人。那创意资本是一个创投公司，在大陆就叫做风投。那我们除了创投以外，我们也有这个 private equity fund，就是私募基金。那当然创投呢，顾名思义就是投资这个早期的公司。然而呢，所谓早期公司也有分好多不同的阶段。那我们是各个阶段都做投资，所以呢，可以分享一些这个过去的经验跟心得，大家。那其实呢，应该说，任何的行业呢，或是任何专长呢，在工作上面，并没有人天生就是会就是懂的，所以呢，都是从这个实务的经验中学习。那过去我们做的投资里面，在不同的阶段，其实投资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了解，就是说有可能有非常多的观众呢，是自己想要创业的，不管是在哪一个科技领域，或是生技领域，或是各个也想创业。那从这个最初的创业呢，我会希望就是说创业者呢，至少有多少是累积了一些的经验，这样子就是说，也许是工作的经验，也许是社会其他的经验，然后呢，再做一个创业，然后在科技的领域，特别是生物科技，很多创业者，可能是在学术单位啊，或是在一些研究单位，想要自己的技术做创意，那这个时候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业界，也就是说是在外面的产业经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会是建议呢，在创业的初期就 focus 在技术的部分。所谓的创业者，或是在实验室的研究人，不一定要离开这个原来的单位去来做一个创业。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方式是确定这个技术是可以移转到一个商业的公司设立起来，然后再由这个就是技术的拥有者创业人往这个自己的专业的角度，然后确保这个技术的执行以及移转以及延伸能够到这个公司，那公司里面会有其他的在雇佣其他的人员然后把这个各个方向的专才来补齐。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对早期的公司的想法是跟中期晚期是不太一样的。那早期的话，可能就是
比较 focus 在技术方，所以说会做很多的所谓的技术方面的 due diligence。然而到了中期、后期，也就是第二、第三次募集以后，重点会不一样。重点可能就会摆在这个公司团队的专业的水平是否能够把这个技术执行下去。所以我们会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司所谓的business plan 里面商业计划书里面讲说这个公司未来筹资以后未来要做的事情，这个公司的里面的团队有没有经验，类似的经验把它做出来。我指的是中期到后期的公司，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早期的话，可能是在技术的部分。只要技术的发明者确定这个技术的转移跟执行能够完整，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技术拥有者并不一定要离开原来的学术单位来开公司，可能是担任，也许用借调或什么，或是同时在两边任职的方式。可能是做一个所谓的CSO 就是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这个角色，然后也许我觉得最适合的方式啦，就是说执行长啊，或是其他的类似有这个管理公司，就管理一个科技公司或生物技术公司的专业的人来做这样执行起来会比较顺利。那到了中期到后期的时候，这个团队方面就要把各个不同领域的人才再带进来，所以我们会去看，就是说到中后期的公司，我强调一遍，就是在商业计划书写他未来要执行的事情，团队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经验？如果没有这些经验也没关系，就把人补齐就好了。那有些时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资金没有筹到，那些专业人才过来，那这个就是要考验 CEO 的能力了，他如何去说服。用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专业人能够进来？另外一个就是说，刚刚那个金学妹有提到这个，我们是不是如何辅导一个公司？那这个也要看公司的阶段，在初期的阶段，因为可能比较草创，所以从创投的角度可能会协助他们。包括这个人才的募集这些，甚至是资金的募集，也会协助。可能也许会在这个产品的开发上面，甚至研发方面做一些协助，或是管理的协助。然后有一个地方很重要，我想这个是大部分可能是比较年轻的创投的从业者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各位想看看，如果你要能够去辅导一家产业的公司，虽然它是在早期阶段，可是应该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去有没有类似的经验？你自己做过没有？有时候我们会问公司说：“你做过没有？你做过，我们才比较相信。”那公司也是一样啊，创投也是带着资金进去是没有错，你可以占领董事席位啊什么，可以。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会问你的 VC 的人是有什么经验来协助的？因为这个问题呢，我想有一些大家的当然有讲比较讽刺的概念呢，就是说你钱多学问大，还是你官大学问大很适合。那有很多的创投从业人员会在这里迷失因为我带了一个资金进来。还有我占了一个董事席位，所以我就可以管理公司。应该要回过来问自己：你凭什么要别人让参与这个公司的管理？你自己有多少把握？也许这个你没有，根本没有业界经验，你如何来管公司？就是因为你占了董事席位，你占了资金就可以。这我想是我们自己从以前是创投的人要勉励的。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意愿想走这个创投啊，或是投资的这个途径的话，最好你对产业某些你想要投资的产业，你有比较深入的理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己曾经参与过这个产业，所以你知道这个产业
在做什么，有哪些是关键的地方，甚至于你有这个产业的高阶经理人啊、管理层，你才能够适当的协助这个产业，否则的话，就是说你是拿你想象的东西叫这个公司去执行，说明会是个灾难。那当然就是说，到了公司中后期的阶段，人才越来越多，可能你要协助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哦。那这个也是一样，我还是强调一次，然后回来看这个 VC 的从业人，你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专业如何能帮助到？那比方说，如果我只是一个财务背景的人，然后参与了这个公司的协助啊管，可能我尽量提供一些资本市场方面，也许这个方面的 knowledge 的协助，或是把人脉然后给到这个公司，所以其实是要看这个VC 的人员他自己的经验，从那个角度来协助。也是一个公司的成长壮大，需要不同的层面，从各个不同角度、不同的人来协助。那我刚刚就讲说，从创投的角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那重点是早期中期晚期，面对不同的公司，我们可以做不同的角度的思考也许是协助，也许是投资的思考都不一样。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注意的，就是很多的公司创业的时候，他会希望公司成长以后，然后股票去上市上柜。那这个逃到 IPO 的时候，这个当然 VC 会协助。可是这个创业的公司也必须在某一个时间点要决定去哪里上市。那这个很重要，因为不是说我只要选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最熟悉的地方，还是说我就给这个每个市场给这个公司旁边公司的价值不一样，我就去找那个，比方说美国我可能给最高市值，还是也许某一个时间上海给它最高市上市，其实考虑不完全是这样子，因为每个市场有它特别的属性，比方说市场是非常如果是生技方面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它非常讲究去看你那个这个科技的独特性、专利这些吧，竞争啊这些，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独特性，它会比较更高的市值。那所以如果只是一个技术的它不是原创性很高的话，在美国可能就会比较忽略这样的公司，但是这样的公司在其他市场也许会很有价值。那比方说在台湾是做不是那么原创的科技，可是它可以做一些科技，沿着这个技术做一些延伸，虽然不是原创，可以做一些延伸。不是说 copy，而是这个技术让它发展得更广泛。那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适合台湾的市场。我顺便举一个例子，我想这个伊隆马斯克这个他在美国的公司价值都很高，那你就可以想象他设立公司说要上火星，很多人闭着眼睛就可以投资他。那你在台湾要开一个公司说你要上火星，可能 他会觉得你只是在说笑话。所以这个市场属性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公司 IPO 的时候我会做这方面的探讨，但是就是说，这个选择上市的地点跟这个公司登记地其实也有关系很多上市公司，我会建议其实登记在开曼群岛因为Cayman Island 的公司在选择上市地点会有弹性那比方说，如果是在台湾上市、在美国上市，甚至香港上市啊，都是接受，新加坡上市都接受。那如果是登记在台湾的话，你要去海外上市的话，还要再经过一个转换法律上转换的过程，是不是？所以这些可能如果创业是初时都一开始就考虑其实当然最好但是在随着公司逐渐长大，再去做调整也是可以的，但就是说中间要比较费一番的力气那最比较花。
这个最麻烦的经历是，我看过有些公司本来是登记在台湾，然后说想去海外上市，然后又不经过法律程序转到境外，然后发现境外他又上不了，然后再翻回来台湾这样子，又搞怪来搞去，顺便浪费很多时间跟精神影响这样子。所以这个选择呢，在某一个时间要做一些看法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创业资本还有一些跟其他创投比较不一样的经历。刚刚美信学妹有提到这个 SPAC，公司透过 SPAC 上市的流程。那这个大概是这样，我稍微解释一下。它是有点类似台湾比较熟悉的借壳上市，但这个形容词不对，它应该叫用造壳上市，就是创造一个壳，再跟另外一家公司合并的方式，把那一家合并的产业公司带上市这样子。对，那这个流程呢，在台湾还没有办法法律上这样做，所以呢，在美国其实是这几年来已经做的非常多了。那其实这个法律是在1990几年的时候就设立，但是过去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关注的啦，就是2018或者是之后大家比较关注，因为这个案例比较多。然后，所以程序上都也是，其实不会很复杂，就是要在美国设立公司，新设一个公司，然后透过这个公司，就是特殊目的的公司，去美国的SEC 就是他们的证管会去做查核啊什么，然后他就让这个新成立的公司去做筹资和评估。那这个公司可能一开始比较没有内容，因为它就是一堆资金在这里。但是成立的时候，它要说明它的属性是要去跟另外一家公司合并，而且是一类的公司。比方说我要做新能源的公司，所以它合并的对象就是一家新能源这样子。那要做这个医疗的，那一开始就说明这个壳的目的是要做医疗的，那就是跟合并医疗的公司。那找到适合对象的时候，做出那些成分，那就可以来做一个合并这样子。那过去创业资本呢，刚好有这个机会成立一些，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做这方面。那很多台湾公司就是说，那这样子有，我们是有机会去美国上市，虽然台湾不是这个法律，在美国。那我们必须说，回到一个我刚刚讲那个，一个公司是 IPO 的地方，每个市场的考虑不一样。以美国来说的话，你这个公司的价值跟它研究的方向是美国市场，也就是说，你上市公司上市面对的是华尔街的这一批分析师，你的产业形式跟你公司内容是他们喜欢的。他们看中才适合在美国上市，那否则的话就不适合。所以呢，可能这个最后还是回到了基本的层面，就是你的公司适不适合在美国上市，适合的话才好去透过 SPAC 去上市。哦，我们非常谢谢钟玉明博士哦，非常慷慨地分享了很多很多重要的经验，比如说这个公司的选择地啊，然后至于跟公司的这个上市的一个模式，甚至帮我们解释了这个 SPAC 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操作的这个重要的精髓。那钟玉明博士在台湾投资超过了30个生技公司，而且都成功的退场。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钟博士分享哦，从他入行到现在这一路上的这个心路历程，给我们台湾的公司一个经验跟借鉴。好的，介绍一下我其实学术上面的背景。那么大学的时候，其实大学中文是在化学系，然后化学系是纯理论科学的东西，那是非常非常高深的学问，我必须这样子说，不容易念。那是一个笑话，就是我念到无机化学的时候，我说这个是无稽之谈啊。台大学都这样讲，OK，所以后来那我再继续读书的时候，我就想就说看什么做一个选择一个不是那么理论的领域，
但是是需要用到一些在化学系所学的基本的知识啊，所以我在国外就念医学院跟药学院的这个研究所的部分啊，这个是药学院的博士学位。那之后呢，就开始在国际的一些大药厂工作累积了一些研发的经验，这样子。那然后之后呢，又有机会回到台湾，能在所谓医药界、产物界做服务。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台湾开始对生物科技啊、医疗产业创投开始做一些投资。那就认识了一些在创投业的较资深的人，那他们希望有多一点人来这个领域，这个过去也许大家不太熟悉的领域，但是觉得很有发展前景的领域，那就邀请我一些人来做。那我的考量是，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考量是，其实是在过去在，就算是在国际的大药厂，而且产品线非常广可是呢，都是 focus 在个人，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就 focus 在某一些 project 上面。然后这个 project 其实，在大药厂的好处是有很多 project 你可以看可以可能明年跟今年就要做的 project 是不一样的因为大药厂里面很多 project 是同时ongoing，然后有一些研发的这个，或是在临床阶段的产品，可能因为数据啊，或者其他考量，它可能会，比方说就，把它 suspend 了，就终止研发或什么样的，它会有更好的一些，其他的项目可以做，虽然即使有这样子的各种东西可以看，可是仍然其实还是有一些局限性。那后来在台湾的药界更是这样子，因为手上就没有几个研发的东西在跑，而且每一个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这个看的东西就虽然很深入，可是不会太多。那创投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看全世界所有的，只要这个公司需要募资，他就会把他的科技给你看，而且是毫无保留的给你看。你要什么机密，他都给你看。你只要签了这个保密协议因为他需要那个资金那这个机会呢，是在业界其他的情形可能不容易做到。我举例来说，如果你在一家生技公司开发两三个新药好了，我所接触的就是有个公司的这个科技，在这几个药品上面的成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的竞争者做到什么程度。你看到了，可能你参加什么学会啊，是那个 conference，那也是表面而已。很多真正机密的东西，人家不会让你知道的。所以你等于是说，你只能蒙着头做研发，可能等到别人都做到一定程度，你才发现你有竞争者是。那不过这个就是产业的状况。你在创投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在知识上面的很有挑战的，因为你要一直不断看新的东西，你要跟世界最前沿的科技，而且你也有机会，只要你想看，你有机会看最新的数据，那你就会惊讶这个科技的进展非常的快速。所以我也勉励这个。母亲做这个研发科技的，要非常注意这个产，不要只是蒙着头不做自己公司的东西，非要透过各种的关系去了解这个产业，尤其在科技上竞争的进展。那甚至于一些东西，如果别人做的比我们快，其实我们就应该换发掘。这个产业很残酷的，就是速度的一个竞争。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因为我是做创投，我也非常清楚，这也是资金的竞争。有些时候我其实我的经验里面就曾经看到，有些公司一开始它有很好的非常原创性的一些想法，它也取得了专利，是因为受限于资源，它没有办法很快的把它做出来。
虽然它原创很好，可是一两年以后，别的竞争者可以比你晚一两年，可是它，尤其像美国的公司，一筹资那个非常恐怖的研发的经费，它可以一下超越你啊，最后呢，就是会造成你后续筹资的困难，那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刚说过就是说，没有一个行业是天生你就会就是专家，都是在学习过的。那像我们这创投的创人是一样，没有人天生就会投资的。那每个人背景不一样，比方说是学术的背景，有时候从学术的角度来做投资。那我们知道美国非常多成功的创投业者，他们比方说他投资虽然是高科技或者生物科技这种科技很深的领域，可是他背景可能比方说只是金融专业。他也可以做投资哦，不是说你一定要念个博士学位才有办法。那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做哦，比方说这个某个，因为今年这个美国要对，明年了，明年是美国选举年，那么共和党一个的目前的 potential candidate，他就是做投资的。那他在生物科技投资非常成功，他就是一个财经背景出身的人，对吧？所以就是说，有心从事创投有心啊，你可以想从你的专业角度，然后来切入这个领域，然后去累积经验。我再强调一遍，没有人天生就会做投资，不可能的啊！不相信的话，如果各位，你有买卖股票经验，你可以进场买卖一下，看你是会赚还是会赔。一开始赔的几率是，那说到这个我就必须很感谢，开始找我进入这个投资领域的这些老板，过去我的长官们，他们都愿意就说让这个我们开始学习的人有一个犯错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不犯错的，可是我也强调的是说。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你如何从你的经验中减少错误，也就是提高你的胜率、成功率，这个是你做的事情。那如果是发现自己，哎，3年5年下来，越来越精准，表示这个行业是跟你是相合的，八字是合的。那有些事情你做，发现心理胜率没有提高，那。我就是良心的建议，其实你应该离开这个产业，因为经验没有办法带来他的胜利。我讲不只是投资啊，可能是各个行业可能都有抱持一种这样的想法啊。那其实投资的领域也是很广，不同的产业，像我们除了做医疗啊、生物科技以外，我们也做能源啊，也做各种很多的。或者 consumer 层面的一些投资，那也许这个领域不是一个人他成功，一个投资人成功的地方，说不定换了一个成功领域，因为属性不一样，产业的特性不一样，说不定就可以成功所以这个，但这个都是需要个人去依照自己的过去经验、专业去摸索，然后再精进这个部分，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努力的部分，谢谢。我们非常感谢学长无私的分享哦。其实学长在大学的时候，台大化学系就成绩非常优异，而且他的博士呢念的是知名的 Iowa University，是非常杰出的这个药学系。就是后来他在跨国药厂的实际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大药厂，然后他才带着成功经验回来台湾，帮助台湾这么多公司能够成功的这个上市。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很希望说呢。学长是不是可以针对台湾的生技新创公司，然后给他们一个建议跟规划，怎么样才会有比较成功的这个商业模式？好的，说到这个新创公司呢，我大概可以分为，可能从这个创新的程度呢，大概先做一个区分我算，如果你举生物科技为例的话这个产业也其实也很广，那大部分会有2个大的区域，一个就是新药的开发。另外一个是医疗器材的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呢，像创投比较注重注意的就是创新的程度。那所以，如果要去找创投，跟创投联系做一点投资的话，我会建议呢，就是说，新创公司我们的产品或是技术，不要去做，我们叫做 incremental 的 improvement，就是说做小范围的改善，而且最好是一个大 breakthrough，这样子比较能够吸引到这个创投的眼睛，因为只有在这个大的 breakthrough，它才会需要比较大的资金进来哦。那如果只是小小的一丁点的一些改善的话，我们也许会建议这个资金不需要太大的话，你就用家族啦或者个人，本身他们的资金先做一做，说不定你不太需要那么大的资金。那我强调就是说，这个做要做一件事情，要看怎么做。如果是所以如果是 breakthrough 的这种大的科技的进展，我们需要大的资金找创新。那另外一个是说，在台湾新创公司的筹资一直是很困难啊，这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其实台湾的投资人对于风险承受程度的，在心理层面一直有一个障碍，就是说我很怕。我投进去以后，然后这公司就不见了。OK，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说，创业呢没有保证成功的，没有保证成功。可能十家里面有3家、3、4家，最终做到出场 IPO，那就很不错了。那其他的话，可能没有成功的话，从我们创投的角度来说，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尽力的。做好，那如果实在没办法做下去，就把不管公司剩下多少什么资产，然后把分给，就是说按照股权分给投资人，这样就好了。因为就表示这某一个 project 可能不太适合，或是有各种竞争的原因，对吧？不适合再做下去。但是呢，人创业家也可以从这个里面累积经验。我刚刚讲就是说，没有人天生就会的。那如果一个 project 真的不适合再继续做的话，那就把它 close down 没有关系。那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公司不管是创办人还是那个员工，这个人力资源可以再 release 出来，也许再成立一家新的公司都没有关系。就是这个 project 把它换掉，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只是浪费资源。就说明明不太适合做的，我硬要做那种，那只是把自己的。包括自己的青春、创业者的青春、员工的青春，浪费在一些不会后悔的 project 上面。这个，我想，其实我们做创业的人，其实要警惕。这个不像说我们念博士班写博士论文，非把它写出来不可。你没写出来，你根本毕业。创业没有这回事，就是要审时度势，是你可以做，值得花时间、花钱做才去做，否则的话。随时要 adjust adapt 做改变啊。那另外一个，比如说我常看到的一些难点呢，希望分享给各位，就是我们做特别是生物科技啊，做这个研发的发掘的时候，大家常常在说，我不知道这个敢做实验，不管是动物的实验也好，人体的试验也好，我不知道这做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啊。那当然。讲的事实，因为我们不是上帝，不能决定的那个发现，这个实验室出来结果是。可是有一点，我会建议哦，这个创业者一定要想，你在做这个实验之前，你希望看到什么结果？那个结果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先把这个标准定出来。就我当然一些公司的董事，我都会这样要求，比如说。而不是说做出来以后看着这个数据，然后再解释这个数据，说这个很好，说这个还是怎么样，一般都朝着好的方向解释。那我会比较严苛一点，就是说，你做以前你就告诉我，你要看到什么数值，还是什么样的数据几个里面有几个是 work，100%多少，然后你才会 make 一个 decision，say yes
也继续值得花钱做。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标准，那就不要再，不要继续啊，因为各位知道，钱是越花越多，越往后做越要花更多的钱。如果你前面已经发现有一些没有达到你标准的时候，就要在那边把问题解决掉，或者说你把它思考还不能继续往下做，甚至于你要 give up 这个 project。我知道做一个研发型的公司，尤其是 pipeline，只有少数几个产品的公司，把 project terminate 掉是非常痛苦的决定。可是我必须说，作为一个好的管理人、好的经营者，你必须要做这个痛苦的决定，所以你不会在后面花更多的钱。其实，募到的资金，不是说要你一定要把这个钱全部花完，或是把这个产品一定要做出来，而是让你开始累积一些数据，这些数据要值得你往后做才值得。要不然的话，马上换 project 都是可以的，因为你的钱没有花出去，这都在你银行账上，你不会少掉什么。可是，一旦你花在不该花的 project 上面，它就把你消耗掉了，那浪费了你的时间、你的金钱、我的青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聊的部分。我们非常谢谢朱玉明博士今天百忙播冗来分享生技产业的创新、永续跟经营管理，而且他分享了很多他在创投当中非常重要的经验，甚至非常架构性的告诉我们说，生技公司应该怎么样来定立目标，怎么样来募资，怎么样来做它的一个续的一个管理。那其实我的学长钟博士非常的谦虚哦，他是一个默默耕耘，而且非常严谨有纪律的人。像他当初想要进创投的时候，他就告诉过我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念博士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一定把《华尔街日报》认真的看完，把英文练得非常好，把财经的知识也累积得非常好，他才能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成就。那他想做的事情，他都会努力以赴，而且他经常的阅读，对政治、财经、国际局势都有非常那个严谨的一个观察跟自己的见解，有不一样的这个思路跟作为，而且他以身作则，把这个人生过得非常的精彩圆满，让我们同学有非常好的这个学习典范。我们希望很快我们还有机会再邀请钟玉明博士再来指导我们有关于如何进入生技创投啊，或者是怎么样把人生规划做得更好。谢谢钟博士。谢谢。